欢迎大家收看每日星座，我是陈茂元。今天是11月9号，这个视频也是专门为今天出生的天蝎座你而制作的。今天出生的天蝎座属于世俗诱惑的一天，你们拥有完善的道德观念，即使犯了错误也能保持相当高的警觉性。今天出生的天蝎座优点身材好，坚定开放，你们能够巧妙地利用与你们的黑暗面之间的关系，发现生命和宇宙的运作方式。给你们的建议是，不要给自己太多束缚，学着无牵无挂一些，有时不妨后退一步，仔细检视你们的生活。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今天出生名人有哪些呢。今天出生名人有中国男演员陈赫、中国流行歌手平安、美国影视女演员海蒂拉玛、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作家不语子的作者屠格涅夫、被誉为国宝的日本细菌学家、生物学家野口英世、世界足坛最伟大的巨星之一、永远的斑马王子德尔皮耶罗，以及中国现代漫画的开端、著名散文家画家丰子恺。啊，今天出生的天蝎座真的是非常厉害啊，也希望今天出生的天蝎座你能承袭天蝎座人优秀的星座基因，走出属于你精彩的人生。相信我，你并不孤单。生日快乐，天蝎座，加油。